选一。这个有点太高估我们了吧？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明星这个阶段吧？你就是 star， 你就是明星。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没有啦，之前有一次 ，I'm a superstar。之前有一次啥？之前有一次在韩国，然后去看去那个什么的时候。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上面都是锁的那个南山塔。南山塔是吗？哦，南山塔。就是去南山塔的时候，然后当时有两个那个女的检票员，然后当时就问我是不是演员，然后说不是。哎呦，你居然听懂了。没有，是旁边的那个 staff 帮我翻译一下。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我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就是跟前辈们，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在韩国练盖世嘛，然后我们趁早上有时间出去买衣服，然后进了一家店之后买了衣服，他说我正好盯着他那个屏幕看，因为他那个电脑在放一个韩国艺人就是歌嘛，我就看，然后他就说他们很漂亮，说你也很漂亮，你要像他们一样去当偶像，他说。我之前有一次，就是我们总选期间不是地铁会有那个我们的照片嘛，然后有一次我碰巧坐到了，然后在上面就是找到了我那张，然后在那边自拍，然后边上边上就是我就这样拍完了以后，我刚准备走，边上有个人说，哎，你在拍这个？我想结果他说我也很喜欢他们的。他瞎是不是？本人站在面前居然认不出来。他后来想了想，我当时不是素颜呀。难道海报上是水着，你穿着正常的服装，他就认不出来？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因为他很喜欢他们的中间这部分的。原来这样。你没听懂，真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说了吗？我很期待你。我不是大家，就我没有被认出来是明星过，对。学校呢？学校就有一次就上课，就是蓬头垢面，就是。头发也乱七八糟的，然后还有两分钟就要迟到了，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也是低着头的，突然有一个人拿着手机，然后因为就远远的拿着手机嘛，我觉得就很普通的路人打电话，走到他面前，他突然这样拽着我，然后突然就，你是 SH 的女孩子吗？然后我说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我说不认识。然后他拿着手机就远远听到他，我刚才问他了，他说不是啊。然后就在想是有人远程操控着他吗？他没听到前半句，我问了他是不是陈英啊，他说不是。对，太可怕了。今天在后台也这个样子。对，就是经常被误认成，对，就高铁的上面，高铁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呀，对，对，不知道吗？你们真的想回去看录播？你们都是新饭是不是？怪不得脸呢！我就知道大家长的时候拍视频的，我就知道大家是新饭，因为昨天那个安科路抠都不知道是哪个队呢，就。就昨天带 Anko 来见，谢谢大家来观看。哎呀，什么工业来着？就是昨天在那算，哎，我今天看的是哪个队来着？就昨天带 Anko 的，我据说带 Anko 的不应该都是本队的饭头吗？但是为什么昨天我们在成员在后台硬生生的听到了一个谢谢大家今天来观看，不知道是哪个队。所以就很厉害，大家都是新饭，非常感谢。
那聪聪呢？聪聪这么美，肯定会被认识。我可能不太记得了，但是就是因为太多次记得了，因为太多次。就是之前就是前几天回家的时候，然后去电影院看电影，然后就是当时就是看电影的名字，当时看到一半了之后呢，就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那里盯着我看。我想，我今天是素颜，然后而且还戴着口罩，然后头发还那么乱，然后他干嘛盯着我看？然后我就想他是不是什么不怀好意，然后什么想偷我的东西什么的。然后后来就是走的时候嘛，然后正好我闺蜜她的手机找不着了，我当时就在想会不会是那个人偷的。结果后来我回去了之后，然后就收到一条私信，然后就说你看电影的时候我一直在看你的眼睛。然后我就想到我那个洋葱头，我就突然惊了一下，真的。看你眼睛上面的刘海为什么这么少？我在想我真的好吓人啊。你看电影的时候他是一直盯着你的眼睛，他坐在前排一直回头看着你，趴着。我不知道，我就感觉他在哪里，就是那种他坐在我的旁边偷瞄你的那种感觉。对，好可怕，就是被偷窥。这电影票可比握手会划算多了，好吓人。同座票。那我在想我们家现在有这么多人知道 SH48 也挺开心的。对，那个九九还有笨笨还有齐静，你们笨笨呢？你知道我刚才一直想说一件宋希演的事情。说呀。我一直拖到现在，就是他不是去韩国的时候，就当时他一个人去韩国的时候，然后他说他有一次打车的时候，然后那个司机那个大叔，然后那个大叔，那个大叔啊，然后就下什么时候下车的时候就指着宋希冉说哎呦哎呦，对，我说 no no no， 哎呦啊耶，拜拜。对，他那个应该意思就是觉得我长得像吧，但是我觉得一点不像。然后他一直在那个镜子那一直瞄我，就特别的尴尬，我每次还和他对视。他们可能看谁长得都一样，对，毕竟韩国。对，那你呢？我没有这个荣幸被认出来过。那你呢？那我呢？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几个人去那个学乐器嘛，然后就啊哈嘛，马哈，然后马哈他那个就是我们算是代言嘛，反正就是贴着我们的那个。真好听。贴着我们的那个海报。然后有一天我和谢天一去逛我们百货，然后就好不容易看到有一家马哈的店，然后就哇，看那个玻璃上面贴了那个海报嘛，然后说哇，终于见到自己出现在路上了。然后我们就说那进去逛两圈吧。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没有根本没有人光临的那个乐器店，我们在里面兜了两圈，兜完一圈看那个服务员没有任何反应，我们想再兜一圈，然后又转了一圈，头都没抬。对，那个服务员头都没有抬。然后我就很无奈走出来了。等下一次我再去的时候，他直接把那个揭掉了，对吗？不，关键是那一家乐器店旁边还有一家音响店，那个是前辈们做的代言，五颜六色的海报贴在那儿，然后里面还有几个人在看，然后我们就隔壁，然后这边就是没有，就我们这边就比较惨，我们那张海报已经褪色了。要我你就是比如我是你是钢电子琴对吗？我是钢琴。你是钢琴哦。然后你的照片上我就指着这个钢琴怎么卖啊，快看看这个钢琴怎么卖。然后那个服务员不会理我，心想这人神经病吧。我有一次买不买，就是我们团不是 Viral Red 吗，还有就是还有代言什么迪斯的那个，就我们可以买的，就只有我们能买的那种，就男士都买不了的那个衣服。就是然后就因为我是那种有点痴汉型的，就是只要遇上广告牌，就是不管它是什么类型的广告牌都会扒上去拍一张照片。然后那天就是我觉得要支持我们自己代言的品牌，然后我就进店了，然后我硬要跟那个人形立牌合个照。然后我进店试衣服的时候，那姐姐就你干嘛合照啊，你也可以的。就是上次我之前好像拍过那个杂志嘛，就是那个什么迪士的那个杂志。然后你也啊，不对，是那个广告。我当时就在想哦，居然会找我拍这种广告。然后惊呆了。难道有成品吗？很想看。他 P 了 P， 他 P 了 P， 然后我看了，就是很美，然后很瘦，
对，腿非常的长，很长。然后有机会的话想看。有一次我去那边逛街，然后就看到那家店了，然后就看到你前面的人形立牌在那里，我就进去看了一下，就发现有一张照片上面居然有我，就是真的那个衣服上面，然后里面有一张照片，然后上面就是我，还有我签的非常丑的那个杨子。我真是好厉害，就要以后你就可以弄那个 Coco 教主的化妆去。你当时签的是这个吗？我当时没有签，我当时还不是教主。以后你签你就火了。那时候想厉害了，当时我还不是教主。当时我只是一颗普通的洋葱。好，那静静出道时间比较短，但是我觉得应该也能被认出来吧。然而并没有，但是我看到这个 MC 话题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戴萌前辈。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鬼畜视频？你是戴萌，你是戴萌，你是明星啊！没有看过那个吗？没有。那个，我跟你们说，因为袁一琪喜欢戴萌前辈，他前段时间就是看到这个鬼畜视频的时候，他一直看，看到他会唱了。然后他就一直给我们洗脑，姚一晨也会，你知道吗？等会儿上来的时候让他唱一个。好，好想听啊，好想看你表演，可是你不会。可是我不会，我只会你是戴萌。所以就是，其实就是说到现在，就是基本上被路人认出来都不会承认的，都来句 SH 是什么？不知道，大家都是这个反应。然后希望以后我们也能被认出来是明星，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喂，我在干嘛？